谈你给公子请啊。别叫我公子，叫我第五城，第五城就好。第五城。哎。王爷让我来转告公主，请公主来府上做客，也好熟悉熟悉环境。毕竟很快就要加入府中了。做客？其实王爷是很在乎公主的，只是有的时候表达不到，希望公主不要介意。什么表达不到？我看分明就是故意刁难。不，那个姑娘误会了。不如告知在下，公主都讨厌什么样的男人？这王爷又要玩什么花招？我们公主啊，最讨厌那种邋邋遢遢、凡事都不讲究的男人。谢谢檀丽姑娘，谢谢檀丽姑娘。想必不会介意吧？